Hello， 哈迪。嗨。你最近好吗？我最近哪儿哪儿都不对，腰酸背痛，腿抽筋儿。那这么严重啊？嗯，睡眠也不好。那我今天呢，就带你去体验一下我们中医的治疗，看看他们能不能帮到你。好，好呀。那我们走吧。Hello， 你好。你好，欢迎欢迎。今天呢，我把我的阿拉伯朋友带过来，然后他最近有点不舒服，然后想过来体验一下，看看能不能查出什么毛病。好的，没问题，来，跟我来吧。谢谢。这位是哈迪，他是我们的阿拉伯朋友，然后他最近呢跟我说他哪儿哪儿都不舒服，然后腰酸背痛腿抽筋儿，所以今天呢就带他来体验一下咱们中国的医疗文化，看看能不能帮到他。阿斯拉米库阿林斯拉是吧，那我先看看，我先用平脉的办法给他看看有什么问题啊。哈迪是第一次体验中医吗？是的。管心脏，这不是，这个是第七胸椎，这是管心包的，这个管，这个地方管牙，管肝胆。他右边的牙不好。有吗？右边的牙不好。真的有。真的有。嗯，说这个就和中医。哇，你连看都没有，没有看过口腔。对，一摸就知道，对，就是他刚才摸出来的。嗯。他诊断通过。那个颈椎一摸就知道它有什么问题。哇，那边肩膀不太舒服是吧？是，肩膀有点。输了输了，还得输了。哈哈哈哈哈！双关这个，不用就不用。不是，我关键就是不用下了，你已经输了。我感觉我已经反攻，我没有进入。你已经输了。也没输。怎么样，哈迪？做完这个治疗感觉如何？做完这个治疗感觉舒服更多的，更多了，背更舒服。嗯。但不知道今天晚上睡得会不会有变化？那你第一次体验咱们中医文化，嗯，然后中医这样的问诊和治疗方式，感觉怎么样？感觉他有他说的，比如说我的牙有问题。嗯。还有说的一些确实存在这些问题。那他那个手法怎么样？有没有中国功夫的感觉？就我躺在那个上面，他的那个脊、嗯、那个背椎的那个、嗯、那个推法，就觉得很舒服，真的。很舒服吗？很舒服。刺激吗？很舒服。我都叫声了吧？你听到了没有？好吧，那也希望你身体越来越健康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走吧。